主唱郭佩玲。好，咁有请我哋嘅陈浩仪同埋郭佩玲上嚟我哋现场先啦，不如，哎，请啊，请啊，请啊，有请有请，喂，好多 fans 哇，厉害喎，坐啊，好，咁咧我就好奇喎，点解要三十而家咧？唔通你哋已经年过三十？未，即系接近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咁通常呢啲时候都会有好多人会，哎，同你讲，喂。快啲結婚啦！嗰啲咧，即係你去拜年嗰啲咧，一定會啲親戚問你嘅。即係因為拜年，所以有呢個創作靈感嘅。同埋亦都有啲朋友咧，同我講咧，即係話，誒，我一定要喺三十歲之前嫁咗佢嘅。即係跟住我就會覺得，究竟你係為咗結婚而去結婚，定係你真係揾到嗰個人你想結婚咧？其實我覺得需要諗清楚咯，唔好為咗呢一個唔知喺邊度嚟嘅規則。去規定咗自己要三十歲前去做呢一樣嘢咯。明白嘅，咁樣即係其實我理解成為啦，咁你創作呢首歌就想同大家講話，其實三十歲唔需要結婚住嘅，咁可以考慮一下先咯。係啊，同埋可以，同埋我都想去安慰一下，即係依家有呢啲煩惱嘅朋友啦，因為其實佢哋有時會俾人講話係咩中女剩女嗰啲，其實都佢哋都會唔開心嘅，咁所以我覺得應該。體諒下佢哋咯，同埋鼓勵下佢哋可以有更多人生嘅目標咯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，聽來似一首勵志歌曲啊！咁我哋不如就將個舞台交俾我哋嘅郭佩玲啦，好嘛？好，青春已不再。
存在。爱过伤过也恨过，我始终也是我。顿觉快乐已不错，翻往喜爱，心中总有点不错。仍有衰落或是分开，错配的也只好自爱。我哋都有请我哋陈浩仪一齐出场先。咁咧，接落嚟咧就到咗我哋嘅嘉宾点评啦。有请我哋郑国光先生。我喺度真系好开心，系听到一首咁好听嘅歌。我觉得啊，陈浩仪咧，你呢个词真系写尽咗一个现代女性嘅嗰种心声。而你又揾啱一個，即係等於從言輕正話講，係揾啱咗我識唱呢首歌嘅人，因為佢嘅聲咧唔係太嬌，唔係太嬌嗰種咧，又唔係話好滄桑嗰種，啱啱好咧係演繹呢一首三十而嫁嘅一個歌詞咧，係恰到好處，娓娓道來。或者係因為由於你作曲，同埋都係你填詞嘅關係啦，所以個曲同個詞咧係扣得好好嘅。不過亦都另一方面嚟講咧，填詞嘅技巧都好高，即係你等於每一段用一個相同嘅韻啊，等於一啲疊字兜兜轉轉啊、處處啊、某某啊咁，聽起嚟咧係令人哋好舒服嘅感覺嘅。咁最後咧仲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唔會話好。不開心地去完這首歌，而給到我們一個希望。最後一句是非常之好的，愛過傷過也恨過，幾乎是所有談過戀愛的人的經歷來的。那到最後呢，也都是說頓覺有快樂已經不錯。很多謝你，恭喜你們有一位這麼成功的作品。好，多謝鄭先生的我們的歌手有沒有什麼想說呢？剛剛我就只是問陳浩儀，你唱這首歌你會不會有什麼感受啊？即是會不會對於自己好像一個寫照啊諸如此類的？我自己應該沒什麼，因為我20歲出頭，但很開心他找我演唱，是第一次唱原創歌曲，是多謝陳浩儀。好，那多謝曬兩位的，那我們就有請台下就坐。接下來將會是第三首的參賽歌曲。